Hello， 大家好啊！又十三少推介嘅时间啦，咁啊嚟到礼拜二咧，咁啊呢个星期中咧，咁啊有欧联欧霸嘅赛事啦，咁啊呢一场英超嘅内讧咧，咁啊热刺主场对曼城嘅，咁啊始终两回合嘅赛事咧，咁啊我哋睇翻咧，咁啊其实都系大部分都系曼城让噶啦，咁啊曼城让到半一或者系半球盘嘅，咁啊亦都有中水有高水啦，咁啊。睇個主球方面咧，其實都係去到 1.7 啊、1.77 咁樣，都唔係太過一面倒嘅啫。因為始終兩隊都係咁熟悉嘅球隊啦，大家都英超踢過咁多次啦。咁入球大細方面咧，咁有做到兩球半、三球啦，亦都有兩球或者三球半出現嘅。咁我睇翻其實兩隊波咧嘅對賽啦，咁啊對嘅成績裡面咧。咁啊，曼城近四次都係叫贏曬噶，咁啊贏到3-0啊、4-1、3-1或者係0-1嘅。咁喺咁嘅情況之下，咁其實十三少喺呢一場嘅熱刺主場對曼城嘅歐聯首回合賽事咧，咁係揀翻個入球大細嘅細嘅。咁啊中位數啊，希望有兩球半、三球啦。咁點揀咧？咁講真。在个首回合里面呢，咁主队嘅当然唔想失个作客入球啦，咁客队嘅曼城亦都唔想喺你个主场里面失波或者係叫做失分啦，可以叫做即係首回合唔想输波俾你啦。咁喺咁嘅情况呢，欧联嘅首回合呢係最好买个势嘅，因为大家都係咁熟悉球队嘅话呢，其实应该係睇定嚟猜嘅。咁所以十三少推介，咁曼城作客熱刺呢場波咧，咁啊就可以買個兩球半、三球嘅入球勢嘅。